朋友的朋友，他的小孩就去当小天使，朋友就来替他许愿，希望我可以画钢铁人，背着他的，就是载着他的小朋友，在那个天国很好的样子的图案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把它画下来，哎，好感人哦！我纾解压力的时候画了很多图，后来也是在粉专上面义卖。音乐 Welcome， 我们在这里等你哦。